我跟你们讲，这一章要记着，考试会有出。同日下午10:14，地方法院被告第四休息室。哇啦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哦，我实在好感动，你是我的大恩人，只差了一步了，就要能够证明他犯案。我想应该还有一道高墙等着我们突破。高墙，无酒精离子究竟为何杀死那名女警？动机。总之，我们现在手上的情报实在太少了。情报。首先，我们对于无酒精离子一无所知，只知道他是文学院的学生。还有另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当然就是5年前的命案，也是这位条纹大哥被判处死刑的那起绑票杀人案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我绝对没有撒谎。喂，冰田先生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否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呢？5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什么？教的是什么科目？我教的是如何变身。好吧，我愿意相信你。这5年来，我每天都会做梦，梦到那天的事。Long time ago。这张照片好怀念。浓桥一点都没改变，5年前也是这种感觉。浓桥破破烂烂的，几乎感觉快要崩塌了。干嘛？原来这条吊桥像5年前就已经损坏了。哼，其实我们也跟这座桥一样破烂不堪啊。我确实绑架了一个人。5年前我绑架了我的女朋友美牛千代美。你的女朋友？等一下，你说美牛和被害人一样的姓。她是美牛永希的妹妹，美牛千代美。是什么？放开那孩子，放开人质。等一下，我还是要吐槽一下，这个身高跟这个身高，然后跟我说那个杀女朋友 ，FBI，这体格跟那个体格。每次觉得对手上握有人质的犯人开枪是反应过多，原来是为了拯救妹妹啊！不是那个女人永熙，她背叛了我们，背叛？那这是什么意思？不！这个25岁，5年前还20岁，这个家伙5年前14岁 ，FBI， 全是假的，那起绑票案全部都是一场骗局，骗局，我女友千奈美是我的天使，是我的宝物，现在还能把女友说成天使的、啊？只要她说的，我都愿意做，只要是千奈美说的事。请等一下，那么5年前计划整个绑票案的事，我和千奈美还有永熙原本也是同伙的，干嘛？小鸡讲，我离校太久了，现在的妹妹都喜欢大哥哥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有女友是不是？迪哥，千奈美的家是珠宝商，很有钱，所以想说撒一颗宝石也不会怎么样。恐吓信是我和秦奈美写的，写给他的爸爸。我们要求价值2亿元的宝钻石，交易地点就在浓桥上面，交易对象是美柳永熙，他那时候才刚当上刑警。有刑警当伙伴的话，的确会很好办事吧？而你们三个人当时想要平分那2亿元是吧？但是那个女人。美柳永熙，他当时是认真的，他真的开枪射了我和千奈美。我手臂被枪打中后，而千奈美掉进了河里。
跳进河里，所以是他自己跳下去的吗？我怎么可能会把他推下去？我才不会做出这种事。我那时候整个人呆掉了，然后不知不觉就被逮捕了，然后就被判处死刑了吗？真不敢相信，那个女人居然背叛了我。那个男人没冰点，他把我妹妹从桥上推了下去，从12公尺下方的激流就在我眼前拔千奈美。这五年来，在死之前，我一直想问他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还要说那种谎话？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，所以才打电话给梅柳永希，嫁到龙桥来。我已经忘记他的长相了，所以叫他围围巾来。我根本没有打算杀他，我只是想问他，那时候为什么要做伪证？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无论如何，我都想要亲口听他亲口说。不好意思，这位条纹大哥，听你说完后，有一件事让我这个穷鬼很在意。什么事？再要问啊，当然是俗称用的2亿元的钻石。那东西后来怎么了？还给他爸爸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就是和千奈美一起消失不见了，和千奈美小姐一起消失。那天在桥上，俗称用的钻石是放在千奈美的背包里面的。钻石跟他一起从桥上消失了，被梧桐川的急流吞咽了。钻石消失了，等等，怎么会这样？辩护人被告，审理快要开始了。北冰田先生最后问你一件事，你说钻石跟他一起消失，那梅柳千奈美的尸体呢？后来找到吗？没找到，至今都还没找到。我天使千奈美被急流吞咽，至今不知去向。你的天使究竟是几岁的女孩呢？当时才14岁。当时他计划这起假绑票案，还带着2亿元的钻石消失在急流中。真是最近的天使都那么成熟的吗？小猫咪时间到了，看来我们得到了不少武器。你不用客气，能触拳头的时候就尽量触拳吧，这就是我的原则。同时下午1:49第二法院第四法庭。那么本院宣布继续审理尾冰田美善的议案。证人你还好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会加油的。真是一位勇敢的小姑娘。她怎么还在装啊？我可以理解辩护人想协助委托人心情，但是不能因此就将罪名灾祸给无辜的证人。什么意思？这位证人从某种观点来看都与本案毫无关联，他只是恰好在梧桐山中目击到命案，如此而已。这样的女孩为什么有必要杀死女警？的确想不到我的动机。如何啊，辩护人，你可以证明吗？啊，当然了，应该吧。我就说你是小猫咪嘛。是那一幕县长当律师啊，也是陷入危机就应该露出轻松的笑容。在这种情况下笑得出来了才称得上是专业，这请你不要笑得那么开心好吗？那个叔叔可以打岔一下吗？叔叔我随时都可以让你打岔哦。我想要进行证述，现在我被人家怀疑了对吧，所以我想要让世人知道这完全是在冤枉我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，看那名证人比你专业多了。为什么啊？你看看他灿烂的笑容。对面的小姑娘现在正
也正处在致命危机当中呢。OK， 好，走吧，来吧。我一直到两年前都不在这个国家，就在就读大学之前，我也不曾去过梧桐山，所以我怎么会有动机呢？那位被告对五年前逮捕自己的女警怀恨在心，居然把她给杀了，而且还曾经绑架过别人。那位被告先生真的太过分了。Oh， 一点也没错，他根本不可能有杀人动机。好的，下一下吧，小蓝鱼。好的，嗯，我需要多一点的证据。那么你今天都待在哪里呢？我是从外国回来的。据说他在有内乱的国家失去双亲，才单独一个人回到国内，所以没有让你动心，能够证明我的身份。这也免得太草率了，怎么办？继续问吧。正经回答我问题，之前住在哪一个国家？请清楚的回答。不管证人之前在什么国家，或是会讲几国语言，都与本案的审理无关。最重要的是，证人和本案之间有何相关联？由于我从小就住在国外，所以无论是伪兵天使者还是梅柳刑警，我都不认识。对，这才是唯一的重点。那么证人可以请你将刚才的发言加入到证书中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叔叔。为什么你会怀恨在心？当时是那位被告被害人的证述成为判决的关键吧，因此才让那位被告先生被处死刑。没错，被告对于这件事一直怀恨在心，完全无视自己犯下的罪行。尾冰舔先生并没有承认五年前的罪行，看来这位被告相当健忘呢。他不但忘记那位女警小姐，就还连自己做过的事情都忘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被告先生，他在案发当天不记得女警小姐长相了吧？他居然那么健忘，为什么不干脆把五年前的证书也给忘了嘛？虽然尾冰田先生好像真有点健忘，继续问。被告忘记被害人长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当天如果没有那条围巾，他就认不出那位女警了啊。的确，被害人在现场是围着向日用的围巾，没错。如果那天我围着白色围巾的话，那么我有可能被他盯上，对不对？的确，这是不可原谅的。啊安哦。加吧。审判长，刚刚证人的发言非常的重要。没有，我是重复读一次的。简化也没有意义，毕竟这一句证词可以证明被告是一位部分对象、凶残无比的危险人物。喂，等一下，修蛋机嘞！他怎样知道是白色的？确实，尾平田先生他对梅柳永喜小姐做了要求，要围上白色的围巾，这是被害人的笔记上写的，这有什么奇怪吗？你难道没看出来吗？这明显有问题啊！为什么这名证人会知道这张笔记上写的内容呢？啊！肃静，这个确实有点奇怪。难道说
毕竟检察官，你该不会把警方的机密资料随便拿给证人看了吧？这个，我没有做出这样的许可。既然如此，这位证人不可能知道笔记内容。请等一下，我根本没有看过那种笔记，只是在命案发生的时候，我亲眼看到。当被害人跟犯人见面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将自己的围裙拿给那位被告先生看，所以我才认为他们是透过白色围裙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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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证人，很抱歉，你的主张是说不通的。为什么？我明明就看见了啊。被害人当天不可能在现场看到白色围巾。你从刚开始就一直证实一件事情，被害人围巾颜色是白色。是的，请问这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哼，当然有问题了。吴九静李子小姐，你看，这是被害人的围巾。这也围巾颜色该用形容，应该形容成什么颜色？我想见仁见智，但是至少它绝对不会是白色。你早就知道这份笔记的内容了。笔记的内容？准备白色围巾作为相认用途。正因为如此，你才会将这条围巾颜色说成白色。你怎么说证人？要啊！你要倒下了是不是？不要再倒下了，给我起来！肃静！一见警察官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份笔记内容不可能泄露给外人知道，但是实际上证人早已知道，早已得知这份笔记的内容。这份笔记内容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，而冰田美善以及灰写这份笔记的美流永希本人，最后还有一位，还有一位，没错，原本不应该存在的人物，看来你也发现了啊，小猫咪。是的，我说的是这个人，美流前奈美小姐。怎么没听过这个名字？请看看被害人的笔记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和千代美相良，这次绝对要说，这就是他的名字。这位美丽千代美小姐究竟是谁呢？哼，没想到竟然把死者搬出来。死者？美丽千代美是被害人美流永希的妹妹，在五年前她被卷入了某起案件的而身亡。某起案件？难道说？他遇到被告北冰田美善的绑架，然后惨遭撕票。惨遭撕票？你确定真的是这样吗？什么？的确，没有千代美的确已被宣告死亡。五年前，他从龙桥摔落，掉进梧桐川的急流里去。但是他的尸体至今乃未被发现。死亡宣告的法定程序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完成了，所以在法律上，没有千代美已经是个死者。但是没能发现他的尸体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五年前，美流千代美小姐当时44岁，如果还活着的话，今年19岁。吴九静李子小姐。恰好跟您年纪差不多呢。辩护人，难道你想说这位证人就是？没错，辩护人主张以下内容：现在站在音讯台的这名证人，他就是五年前绑架案的核心人物美流千代美。什么？哇，我终于把他搬出来了，好难受哦。这样起诉你就是一个爱给人添麻烦的大姐。我知道了。这轮到那位警察官手忙脚乱的。这人到底是谁？我。哼，算了，别再逞强了，这人。
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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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遇见检察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审判长，就由我老实告诉大家吧。辩方能坚持到这个时候，完全超出我的预料。遇见检察官，难道说你？不愧是遇见。请别小看警察署了，身份不明不白的证人，我是不可能接受的。什么？哼，看来那位小弟早就知道那小姑娘的真面目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为什么？要是被你揭发，根本不打算提起这件事情。检发只需要他的证书，这就是所谓的交易喽。容我为各位介绍，这位 是被害人的妹妹，美流千奈美小姐。啊，那就有动机啦，不用说啦，不用说啦。好啦，我们可以结束了，大家下班，谢谢各位，我们该下班了，各位下班喽，下班。我原本也是这么认为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究竟为什么？五年来一直隐藏自己的身份，这与本案无关。他只是当天恰好在现场，目击到这件事件。恰巧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在这五年来一直都戴着被害人的面具。而这次同样也在命案现场做出到令人感到可疑的举动。好啦，遇见可以了，已经看出辩方的肤浅之两了。你一定是为了让被告 获判无罪才想嫁祸给这名证人。什么？但是请各位想想，这位证人在五年前不但被绑架，还差点遇害，有着一段痛苦的过往。更何况美久千奈可是被害人唯一的妹妹，她到底有何种理由杀害身为女警的姐姐？怎么又是这个人啊？让我喝点水，有点受不了。就让他清醒过来吧，小猫咪。辩方已经准备好能够证明证人的动机的证物。What？ 等一下，呀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。刚刚的话不是我说的，是这位咖啡男自己。请你别在那边虚张声势了。哼，小弟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在虚张声势？因为最慌张的是站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律师。你一定在想，这个是个危机，对吧？那当然了。不对，现在是胜负的关键，它究竟是个危机还是转机？一切都由你自己决定，都由我自己决定。这就是年少轻狂吧，真是可爱。你比我还年轻吧？那么现在由本院来请教辩方的想法。哦不，这个吗？好像不太行。哟，拉耶，感谢十二个月32个月的续订哦。好了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应该是这个的。数数数 ，Let's go。北滨田先生逃脱，这是这一期的开端。有有有，哒哒。被他叫出去的勇气小姐写了这样的笔记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和千奈美商量，这次绝对要说。请让你收到来自勇气小姐的宣告，她说要将一切都公诸于世。美流千奈美和被害人之间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，因此美流千奈美才必须杀死她的姐姐，为了永久封住她的嘴。太天真了吧，律师小姐，你这种说法没有人会认可的。除非你能够证明你说的秘密是什么东西。
而且那美美刘永熙以及尾滨田美善，人家这三个年纪起来明明就只有一个了。嗯，我知道。审判长，辩方要求进行证述，究竟要针对什么进行证述？针对五年前的绑票案，我相信答案一定就在这里面。没有姐妹之间的秘密，一定就会水落石出。好吧，那就麻烦进行证述了。虽然是个痛苦的回忆，但可以请你帮忙吗？好呀，当然可以。哇，来了，最后一个了。哇，来吧，小姐。五年前，我被尾滨田先生绑架了。赎金是一颗钻石的原石，在铜墙上面。姐姐她。在交易完成之后，开枪射击尾滨田先生的左臂。尾滨田先生为了杀我，推了我的后背，将我推下桥，让我觉得身为美流家的女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那次之后，我就隐瞒自己身份，一直到现在。因此还在离开美流家，在姐姐的协助下，万象第二人生。辩方却说，这人杀死自己的姐姐，真是不可理喻。好的，我理解情况了，辩护人。是。如你所听到的，这人至今在心中乃留下创伤，所以请你在询问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哎呦，要小心。跟我解释吧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五年前绑票案是一场骗局。只要他说的，我就愿意做；只要是其他人说的事。那么五年前计划争取绑票案的是我和千代美，还有永兴，原本也是同伙的。哇哦！我跟你讲，这一章的结局并不好。这句话没有问题。这句话没有问题。这家没有问题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以这种情况下啦，你看到那个桥的那个线吗？请问一下是要怎么推下去？我是不理解啦。所以呢，要哪这张先哪这张？哪这张还是哪这张？这张先吧。OK， 对。你说尾滨田先生把你推到梧桐川里，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可是他真的推了我的背，绝对没有错，是尾滨田先生推我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或许我应该换个讲法，我不应该说不会发生，应该说不可能发生。不可能？你想想，成为这次命案舞台的龙桥，五年前的情况和现在相比没有改变。如果照你说，他从背后把你推下去的话。你掉下去的地方并没有河川流过，只有一片岩地，必死无疑。木村长哦，你被背脊都吞咽，只会摔到岩上，绝对会当场死亡。这样你懂吗？美柳千代美小姐，尾滨田美善将你推下桥，这种事情是绝不可能发生的。这起案件已经是五年前发生的事了，或许梧桐川的水位比现在高收也说不定啊。桥到水面的高度有12公尺之高，水位的些许差异并不会影响辩方的主张。的确，
被告不可能推证人下桥。小姑娘，你的看法呢？我那个这个，请等一等，审判长。他在校长确实表示被犯人推下桥，但是他并没有说从桥的哪一个位置摔落。你在说什么？被击中右臂的卫兵田美善从桥上陷入恐慌的状态，于是把这人从桥的侧边推了下去。的确，这样的话就会掉到梧桐川里了。这人如何呢？一经检察官刚才这些说明，的确，我好像逐渐想起来了。从桥上掉下去的那瞬间，我举止好像勾到桥侧面的线索。绳索？我为什么说线索？绳索？肃静！肃静！肃静！哎呦，你们不要再起死挣扎啦！看来御赐小姐的攻击到此为止了。很遗憾，辩方的攻击才刚要开始而已。什么？御赐警察官，你刚刚是这么说明的：被击中右臂的卫兵田美善从桥上在桥上陷入恐慌状态，于是把证人从桥上从桥的侧边推了下去。啊呀呀呀呀！但是这一次，一件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你在说什么傻话？这究竟是为什么？你刚刚主张有一个致命性的矛盾。这个吗？没有。审判长，所有答案就在这张照片里面。请看，在这两在两侧支撑龙桥的绳索，还有高度甚至到肩膀，少说都有1.5公尺。要把人从这里推下去，这明显是不可能的。你可以回想一下被告的体格，对他来说，这种高度绳索根本不构成问题。抱起14岁的少女扔进河里，对他来说是个轻而易举。警察高先生，你忘了吗？卫兵田先生当时右臂中弹了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在这当下，永熙小姐奶奶在近距离拿枪指着他。卫兵田先生这时还能把证人那人扔下桥吗？这根本就是不可能。茉莉的，肃静，肃静，肃静！那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梅流钱大美小姐，你是自己主动跳下梧桐川的？你在说什么？她怎么可能会做这种蠢事呢？对啊，我姐姐当时也在现场，她身上带着手枪和手铐，就是为了要救我。我怎么会自动跳进那条急流？这根本就是自杀行为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跳了下去。我想你一定很有自信能够游过那条急流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个理由让证人不得不跳到河里去。主动不主动吗？你说理由到底是什么？证人现在还活着，这就是能证明一切的事实。你只让性命跳进梧桐川理由是在5年前，除了美流千奈美小姐以外，还有一个凭空消失的东西，就是要交给犯人当做赎金，价值2亿元的钻石原石。难道说马萨卡，这一切是策划好的、计划好的，为了要一个人独占2亿元的赎金？他让尾滨田先生协助演出一场绑架戏吗？在最后的最后，他背叛了他自己，主动跳进了河里，而你的背上还背着装有赎金的背包。来了，还要变身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但这是5年前的话，证人他才14岁，怎么可能实行这种恶魔般的计划？
证明证人他就是个恶魔，而且是一个还有一名受这个恶魔驱使的同伙，名流勇气小姐，也就是他的姐姐。沈于是说，美流勇希协助妹妹执行了犯罪计划。哎，对，没有错。我想勇希小姐在这五年来一直都为罪恶感受，因此命案才发生。这是什么回事？命案发当天，尾滨田被尾滨田叫出去的被害人和美流千奈美取得联络，然后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。自己的决定是指什么？男人想说的是将一切公诸于世这句话吗？这个行动为勇气小姐带来了不幸。你在短时间内再度企划了一个恶魔版的计划。你决定在这个计划当中将五年前协助绑票的两个人一起杀人灭口。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杀死姐姐美流勇气小姐。哇哦，呵呵，是谁？这时候还笑，来了，来了。对不起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好笑。这人，一千寻，你真是一个有趣的人呢。你刚刚编的故事还蛮有趣的，不过你手上应该有证据可以证明这则故事吧？证据？你说我跟死刑犯还有女警曾经暗中合作过，大概要有证据能够证明啊，这还要说吗？这个嘛，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鳄鱼岩的宝钻石后来怎么了？你至少也应该证明这件事吧。毕夫人你怎么看？我不知道。什么嘛？你是白痴吗？缺乏关键证据。老实说，对于证人的态度，本院感到怀疑，但本院不得不撤回辩方的主张。废话，这还要说吗？难道就这样结束了？被他愚弄到这个地步，实在没办法反驳吧？哼。没证据就必须结束审理，这是谁决定的？神来莫学长，听好了，小猫咪，原则这种东西是自己决定的。即使没有证据，我们还有证述这项手段。案发当天，美柳千奈美杀死她的姐姐美柳永希，将尸体藏到后车厢，然后假扮成美柳永希，然后在龙桥上和尾滨田见面，这是你现在的主张。是这样没错，既然如此，不是还有一个人吗？能够帮你证明罪行的证人。哦，审判长，辩方要求新的证人出庭作证。证人，尾滨田美沙，辩方认为有需要听他的证述，这不是被告吗？美柳千奈美与本案是否有关联？我想说，所有重要的关键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。但是照片中的人物真的是美柳永希吗？还是说其实是假装成姐姐的美柳千奈美？能够对这件事情进行证述就一个人，那就是实际跟他见过面的人，尾滨田美善。你认为呢？一点检察官。好吧，前方没有异议。就你的证述才能够证明美柳千奈美的罪行，我觉得他还是会帮他，然后我们就一起下去了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赞哦。被告，刚刚那些内容你都听到了吧？我绝对不相信千奈美已经死了，五年前背叛我的是永希。我们并不知道他在五年前对你说了些什么，但是他现在还活着，
为了得到2亿元，他利用了你。不可能。被告，问题就一个，两天前你在龙桥上见到的究竟是谁？是被告美流永熙呢，还是美流千奈美？千奈美背叛了我。他5年前对我说，我们至死都绝不。美善先生，千奈美，你果然还活着吗？你在怀疑我吗？这也是没办法的，请告诉我，把真相告诉我，我一直相信你。不用说了，我相信你知道的。只是有一件事情很明确，那就是我的命运掌控在你的手中。天哪！哇！4点左右，我将车子停在农桥前面的空地。那时候还没来，所以我就在桥上等他。从我站的地方看得到车子，没有人把尸体放进去。不久后，有一个女人来到现场，走到我面前停下来。我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就分开了。那是永熙，绝不是千奈美。过了吧，律师小姐。这一个是简洁明了的内容。哎呦，很适合作为最后的证书。那么，辩护人，请进行询问。你已经要下去了，同学，你已经要下去了，同学。同学，呀，再给我看这一次。同学，他还没来到现场，而你待在桥上等他，确定是这样吗？这样啊，卑鄙叶先生，那么你一定是在说谎。辩护人就来听听你的说法。今天是谁先来到农桥的？只要看这张照片就可以知道了。正常来说，应该先来的人会站在桥的深处才对。但是照片中在深处是被害人呀。没有错，也就是说，卫兵舔先生当天先到的是他，你是后来才抵达现场的。玉先生，请不要再逞强了，把真正的事实告诉我们。我抵达桥边是4点，这没有错。我有另一个想去的地方，是我们约定的地方。离桥边15分钟左右的路程，有一座古老的三宗寺庙。5年前，我跟千奈美在那边做约定，至死都绝不背叛对方。为了这个寺院，我们准备了一个信物。5年前，我把那个东西藏在寺内的一棵树下，令人怀念很重要的回忆，所以我先去拿了那个东西。而且还走了一段路，往返需要30分钟。绝对有足够时间将尸体藏到后头箱里面去。的确是有足够的时间，没错。他喝毒了。已经够了，谢礼一死。圣人，5年前我们已经做好的约定，
如果在未来我无法相信对方，那就将这个小瓶里面的东西喝掉。因为我太笨了，可能没办法遵守约定，所以我把它喝掉了。如果我被判无罪，我没有自信，或许我会真的亲手杀死千代美。律师，谢谢你们的咖啡。这就是第四章。我就想啊，真相几乎在眼前了，却错过了真相。一切都是我们太天真了，都是我不好，因为我……别哭了，咖啡会变咸的，不该由我来的。千寻来了，来了，鸡汤来了，你还不懂吗？现在还不能哭泣。男人只有在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才可以掉眼泪。不管是什么样的案件，时间一久了就会褪色，然后被归档，然后被遗忘。这个案件过了一年之后，我就被卷入了那起案件。哦、oh, 不，你要黑历史，你要黑历史。好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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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陈不挡，陈不挡。你的黑历史啊！犯人是有罪。只有在那瞬间，他的脸上还是带着美丽的笑容。这么来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。但是，在五年后的今天，我还亲身体会到事情根本还没结束。你以为结束了吗？还没有，才刚要开始呢。